爱是有血缘的爱，就是unconditional love， 不会有任何考虑，就一直付出。可能我们家每天都会有那种亲亲抱抱的那些动作，如果有时候他们上课或者是下课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做这个动作，他们反而会提醒妈妈，你今天忘了亲亲抱抱。他居然知道这个是一个好像一个仪式的感觉，这一点他们是好像也被培养出来的。我希望慢慢他们就会懂，这个就是一种爱的表现。没有，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结婚跟成为妈妈这件事情，所以应该算是一个惊喜吧。希望他们有智慧，懂得保护自己，又可以回馈社会。大家好，我是郭